掌握 ABCDs， 保障社区安全。周周送千倍，人人有机会。再次欢迎孙先生。谢谢，谢谢钟经。哎，刚刚听你跟哪正荣说，你上班要去那个超市买菜，然后回家也是要去超市买菜，就知道啊，你说的是一个好的厨师，你也是好老公哦，是疼老婆的。你看回到家里还要煮菜，最近老婆有没有？其实家里面煮就是需要家里用品都需要。哦，那也是够了，就这些东西你也照顾到很好。是，跟老婆肯定啦，跟老婆关系很好嘛，对不对？常有商有量，还行。OK。他有给你什么指示吗？今天晚上要选什么格子什么有吗？一点点吧。哦 ，OK， 听在你的听话啊。没有啊，也要看第六感，现场感受一下，是是，然后自己再决定。不管怎么样都好，什么倍数奖金都很高了。不过最重要，开心来到这里，很好玩的。是是是，来看我们的幕后花絮。还可以看节目啊！好，祝你好运啦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那当然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给你介绍我们的海洋精灵出场。从前，在海底深处的城堡里，住着美丽的海洋精灵，他们时常会游到岸上，寻找他们曾遗失的珍珠。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找到了。贝壳，贝壳藏奖金，无价珍珠在这里。贝壳一开，千倍大奖属于你。啊，300倍的奖金当然 OK。今天晚上如果是300倍的奖金的话，将会有31800块钱。哦，猜中400倍其实也 OK。如果花费乘以400倍的话，42400块钱。耶！如果是500倍，你 OK， 我也 OK。如果是500倍的话呢，奖金哦也就更高了，53000块钱。哇，真的是千倍，肯定 OK 的，睡不着。是的，我们的千倍大奖，花费乘以1000倍，将可以带走的是106000块钱。好了，孙先生看清楚了，我们的海洋精灵呢，目前是站在Sheng Siong超市，看到了哦。然后1000倍现在在试，可是等一下这些珍珠回到海里哦，再回到现场的时候，就不知道会在谁的手上。明白了哦，祝你好运。是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为你感到开心的啦，尤其是亲朋戚友啊们呐、啊，原因是300倍奖金都很高了。对啊，他们都有今晚看你的节目吗？锁定我们的节目吗？有吗 ？OK， 好，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力量，力量 ，OK， 团结就是力量。好，马上要进行我们的周周送千倍，人人有机会。升哦，到底升会是多少倍？恭喜400倍的奖金，希望你 OK 又开心。400倍哦，400倍的奖金也非常高哦，42400块钱，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想不想知道千倍在哪里？第二个选择你会选哪里？嗯，如果给你多一个选择，是啊，是。OK， 我来看一看，来大家看一看。那 OK， 千倍大奖还在我这里。哦，真的耶，还在那里耶。好，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赢了四万。
万二哦。谢谢你，恭喜恭喜。是，其实为什么会谢谢我们的海洋精灵？为什么会选择是呢？嗯，你就是第二个。因为刚才说我摸不准金嘛。哦，对，好，所以没有换到啊，你是觉得？是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现在马上有请生活集团总裁林富兴先生为我们颁发这张大支票来。恭喜恭喜，我们把张大支票，我们的老板把张大支票交给我们千倍奖的幸运人，42,400块钱。恭喜。好，那当然这时候呢又是我们千倍大奖的时刻了， OK， 非常紧张，马上来看看这位幸运人是谁。